孤王现在有一个难题，要心腹之人去办。如今君通国正在招兵买马，最迟不过一两年便要与我天玄开战。本王想在启坤帝身边安排一个细作，思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。任凭王上差遣，唯王命是从。陛下有旨，求朕护驾有功，封为客卿，随侍伴驾。参见陛下。东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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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时候，我便封你为天玄的上将军。